们的红人歌唱名人堂，魔王，魔王 PK 女王，不简单，个人哦，现在个人的 CD 专辑已经到第十一张了，超级哇了，二十一张啊，哎呦，量产的。哦，无简单哦，尤其是听讲哦，咱的三立这个排行榜哦，红人排行榜的啦，红王就无简单嘞，要去当踢馆的呢吼，那要过关才会这一关哦，是，所以大龙就直接，那今日以为要再到现场，跟咱姐姐闺蜜来做见面，首先来安排一首耳熟能详的，是，好听的国语歌曲，叫做《爱你一万年》，掌声欢迎苏有荣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你的内裤叫你啊？什么内裤？你的啊？奇怪，爱你一万年是啥？我先生讲是。来，再次掌声，欢迎 PK 女王苏有荣。现场的我们的立哲，我们所有的粉丝们，感谢哦，艰难岛来台北来的，还有真的很开心啊，那些南投，好八杠哎，我那个重复一下，宜昌是哪里？台南。
台南。对面在唱外歌呢。你开你啥歌？啊，对面在唱外歌呢。以前的主打歌，是哦是哦，哎呦，祝你好运，好吧？那要跟现场嘉宾啊，你一家哈，啊，来跟我们姐姐闺蜜们亲干宝宝姐哈。各位呢，姐姐朋友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幼荣，然后今天中华夜灯来应公，应该算恭喜家己的故乡，谢谢。然后你这么辛苦，好，咱姐姐朋友大家呢，咱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啊，恭喜朋友们，祝我们的工作标，咱们天上信庙，信达成修，各位咱们的比武。哦，雷伟正是的，四大千秋，中华万岁！四大千秋，四大千秋，千秋不改，千千秋。我们幼荣也是我们民雄人哦。对，然后因为今天真考圣公嘛，是做整外同学，然后在台南的民雄国中嘛。哦，是啊。对，然后我小时候蛮常来这边的。对。那幼荣的同学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同学应该真的吗？你的名字是阿梅、阿瑞、阿江、阿辉。来啊，同学，你啊，请问叫你同学哦？啊，在这里。这里啊。行楼梯来这里吗？不是，毕业这里。这里哦。同学因爸爸啦。对啊，同学爸爸啦。他们有同学了吗？来来来，谢谢。啊，是，啊，就是逢年过节，啊，等下强调，啊，大家祝新年，大家祝新年节，祝大家祝欢喜的，大家拢祝开心的啦，哈。我们今天呢，又荣，感谢你们感谢我们故乡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弟弟，做一个困一次，哪个会胡哦？啊，你讲什么？做一个困一次，哪个会胡哦？我头个为金山姐等来呢。我在车上有时候睡一下，然后明天还要再赶去台北。哎呦，真的真个讲教文的，而且台北是咧咸的哦。台北啦，台北嘛是唱歌啦。咸唱歌啦。错，真的是讲台北咸。我是哦，你别在想歪，我乡亲啊，真乡娘啊咧，我当作没搞定你啊。来来来，谢谢感谢。哦，安尼就电话上来要冲进了声音，好啊，安尼啦。哦，我的妈，地安尼啦。来，为着我新歌破晓，给我加油一下啦！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你做给播的，我无叫你尖叫声，你尖叫声。啊，那边到底来，掌声尖叫声。偷刀的，俺就丢啊啦！哎呦，阿娘喂，哎，来，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哦，你用爆竹讲得好啦。那我们的苏幼荣哦，啊，带来海报，一直炸卡济。目前我们的波多瓜有邱云子，阿咧，现在我们其实打电话来陪，最少没有三百兵。啊，阿美讲完了，三百要除以三十啦，我做十张五啦。是是，应该有。哎，来，谢谢。那幼荣。真的出去做大方诶，哈啊！其实大家不只所在可以感到他的愉悦，而且安排歌曲特别的慎重，都有显出了。哎，阿他多少一条心，爱你一万年。我发现我要先听声再看到影，结果听无声。哎，那我是讲写到去变数哟。没有，他听无咱头前的音乐。哦，是，嗨，来来来，很开心的哈。那这边继续来安排的领袖，同时呢。好，我来海报哦。好，谢谢花姐的用心，再好的给。非常好听，也是容千玉。好，我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。Yeah.
等一下这边都没有礼物，好不好？我们都退下去。好，来转 ticket 啊，转 ticket 哈。来，有拿到海报的，给你恭喜。无骑到海报，即马带来苏有王阿伯歌曲。当下呢，到我们台下跟我们一起拍照。好，哎，谢谢每个人。好，来加我们的明雄，还有乡亲朋友。等下刚才跟你过用，跟我们的乡亲朋友，来站到底。面对面近距离的接触，然后我们里面还有海报哦，来来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安排挂 K 啊，好，再继续循环个人专辑来带你继续看电视，还挂 K， 就在这边来看我，来，你们大家来尖叫声，来。苏有龙，我跟你感谢一下，太感谢。为了安尼，我们的苏有龙，相许吗？啊，你们以身相许吗？伊若无去啊，我就好啊。但是明仔星期两日，俺搁甲下下下下，无去下次，无去了，
又老龙也当以身相许啊！你透露你的秘密啊？没有啦，我是说你啦，我是以身相许啊！啊，以身啊，万以身啊！哈，老公嘛是做波鬼的呢，对吧？我是洁身，不然我是洁身自爱，洁身自爱，哎，我无乱来，但是我做青菜。来，我们告台下哦，外面的好朋友握一下手，近距离的分享今天的喜悦。哎，这边还把它继续看看。好，跟着进入高端背跑啊！还是哦，进入那个背跑过来，再次掌声欢迎苏又龙。哎，不要挤哦，不要挤哦，来小心哦。报名了，好运一直来啊！来，感谢，来，这边节目继续来介绍，就算是你的师姐还是师妹、师姐，还有请讲的共进呢。我们的师姐就是我们金元宝，对，我们里面那个人是金英，那个人是金英。好，我们金元宝里面有好几位强棒歌手，对，苏又龙，还有这位介绍这一位哦，哎，新仔是太爱单薄啦。但是哦，很有 power。曾经也是我们的歌唱比赛，我们出来的长假，我们长假之一，因为一张飞，那来中秋假，今嘛要唱到来牛哦。啊，希望首先来安排一首《心情歌咯》，一起欢迎董玉君，欢迎掌声欢迎，谢谢。